现在是星期日的11:30，我们意外地发现一家非常好吃的松饼店，离我们住的地儿很近，所以我们就走过来吃松饼了。这个是他们的招牌蓝莓柠檬奶酪松饼，还有一个他们的招牌小葱鸡翅。我们现在正在往淮海中路走。我们现在在陆家嘴的正大广场，这是东方明珠，你看。8点的钟声敲起了，哇！我们现在在排旋转木马的队，大概要排5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在玩小熊维尼，我们的漂流项目关闭了，所以我们的 MP 卡转成了小熊维尼。这个小熊维尼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跟香港迪士尼的一个项目一模一样。大冬天快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这种机械的轨道，昨晚有没有？我是跳跳虎，来，我们一起跳。